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ny。今天生日取了礼物，刚好回家。怎么要看我拆礼物吗？跟我来吧。先看看 Cable 和 Charles 的心意。哇，是复古 Lo-Fi 游戏机 Playdate， 订单排到了明年下半年。果然有人脉，爱了爱了。野蛮生长了24年的 Kenny， 有没有觉得时光荏苒呢？如果有，快夸我猜对了。知道你的曲库余额不足，看我变身 iPod。哇，这个真的好高级啊！我来试一下。那叫林中路海中京吧。不错哎 ，Cable 跟 Charles 有心了。唐二狗也发来贺电，是个秤，为什么是秤呢？哇，有贺卡哎！看一下，科普博主 Kenny 生日快乐，你胖了。送你个秤，少吃蛋糕，减重减脂，颜值博主果然精致。科普博主 Kenny 也会再接再厉的。这个是黄浩天的，上面写着是摄影器材，会是什么呢？哇，里面不但有线，还有一个反光板哎。Happy birthday！ 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。都是需要打光的梦幻。最后也谢谢 Malik 的书 Matt 的 Quest 和公民号刷单蹭来的盆栽，这些心意穿过了森林山川跟海洋才能抵达，还有更多心意顺着网线纷然到来，也谢谢同样可爱的你们。生日除了祝福，还有飞书上对打工人的呼唤。甲方让我给小甜饼做道具，能按剧本安排主角登上热搜的那种，这题我会。先把热点横着排，然后再竖着把它们叠起来，就成了热搜榜，然后再上传到 test flight。 首页发现热搜榜全都按剧本策划安排，全都妥妥的，和其他角色的互动也能按照剧本一条一条自动显示出来，打工人就交工下班了。那咱们现在去公园许个愿。谢谢大家的祝福跟一键三连，咱们明年再见。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is Chinese rom-com, let's cast Kenny as lead dubbing in English. What do you all think?